主料，南瓜100克，紫薯一个，红薯一个，木薯等250克。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紫薯红薯南瓜去皮切片，上锅蒸烂。蒸烂的紫薯加入木薯粉，蒸好的红薯加入木薯粉，蒸好的南瓜加入木薯粉，全部揉成团，然后揉成为一小粒一小粒小圆豆。锅使水烧开，加入小粉圆，大火不停的煮搅拌，煮至所有的粉圆漂浮在布面上，关火煮2分钟。然后装锅里，加入小细米，加入煮及煮粉圆的汤水，这样美味的小吃粉圆出来了。烹饪技巧，煮的时候不停的搅拌，不然粘锅。如果有牛奶，加点牛奶，水果拌着也好吃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